你说我打的是模拟器，打的是人机，我用我的六倍压枪，不是很强，但是很稳。安排。最后认识一下吧，我是逸轩，一个玩三指操作的逸轩。如果你们也想跟我一样压枪，那就双击关注我，下期我会出详细的压枪教学，不是很强，但绝对是很稳的。